大家好，我是张硕，这儿呢，杨门水镇的北大湖哈，我呢把明天早饭准备起，这里是呢是石磨鸡蛋，哎呀，N 多年没吃过这个，想把鸡蛋洗一下，今天整个茶叶蛋喽。鸡蛋洗好，这儿呢，把它煮一下多。后面听那个锅里头咕嘟咕嘟咕嘟，这儿呢，把它捞起来，在凉水里过一遍，这样子肉搓两下哈。这儿呢，这个蛋也凉了，把它的肋搓，甚至搓两下哈，不要搓太凶哈，搓成那种的，有点缝缝就有了。这么搓了呢，等下煮了才入味哈。这儿呢，放了个新水，开始煮料了哈。现在把香料放下去，八个桂皮、香叶，最主要的茶叶，再来点酱油哈，生抽。再倒点盐巴，现在把锅盖扛起，把它烧开。今天的茶叶呢，是杨妹儿平时喝的红茶哈。这儿有小火，把它吊几分钟。现在我们把那个烤烂的蛋下到锅里头煮上那么一分钟哈，然后等就等它焖到，都是那个隔夜的茶叶蛋，结婚一下哈。蛋煮好，关火，水够高。焖了一晚上的茶叶蛋呢，又把它热了一下哈，这儿把它捞起来，开干了。看哈，朋友们，一晚上的蛋哦，也入个味了，上个色了。啊，好香！来，爷们儿，快干啊！我开始上一个。放到这边来哈，这一锅蛋哦，味道倒是可以，
你看就是这个颜色没上去了。有哪位大神帮我说下指点好啊？我看到在外头吃这个东西，颜色的香味道都巴适的板了嘛。哪位正在视频了？来吧，干了！哎呀，吃饱喝足，今晚拜拜了。